下那么大的雨，很少遇到，所以这状况蛮惨烈的。然后等一下回去的时候一样，大家先不用急着拿行李，就如果你是自己带的车，帮我放一块；如果你是跟我们租借的话，就帮我集中放，帮我们集中放。然后放完之后，我们一样会先集合收钞，一样会集合收钞，因为相信很多人是回去之后隔天就要开始上班。为了你的上班精神，我们一样要好好的收一下钞，让你隔天有力气上班。对，然后收完钞之后，我们会颁发证书，我们会颁发证书，证书颁发完之后，就会拍个大合照。大合照拍完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就地解散。对，啊，如果不想走了，可以留在松山火车站过夜也没关系。然后我会先离开，因为我今天要回台中。对。然后等一下下一段路会完全的都骑在台北市区里面，车子会很多，所以大家其实。